婉婷台北报道，恭喜余文乐当爸。有香港媒体报道，余文乐老婆台湾模特儿王唐云在港岛一间私立医院剖腹生子，顺利产下男宝宝。他稍早也在 IG 报喜，晒出儿子的小手梦照，兴奋写道：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HOPEYU 爸爸，今天看到你出来的时候真的有种难以形容的开心，感恩你和妈妈都平安没事，谢谢我太太，妈妈真的很伟大。36岁的余文乐去年12月与王唐云举行婚礼，当时就被传奉子成婚，余文乐事后也坦言老婆怀孕，先前传出预产期在6月初，如今看来男宝宝已迫不及待问世。据了解，王唐云今下午2点在余文乐陪同下抵达医院，当时他戴住墨镜相当低调，约3点左右他被推入产房剖腹生子。余文乐晒出儿子小手梦照，翻摄自 IG 余文乐和王唐云去年底结婚，反射自 IG